首先将四个角都对折一下。我也来跟着小猪佩奇做手工，首先将四个角对折一下，然后让大人沿着线剪开，接着在折纸的正中间涂一点胶水，下一步把它们都粘起来，只要粘每个角的一边，弗雷迪。接着就是要把它钉在吸管上，取一半棉签来固定，再用纸张卷成吸管。我看还是让我来钉，然后固定上来。佩奇，这是一个会旋转的风车。我的也是个会旋转的风车。